人压他们那一届最小，不过呢，他也是很有力量。那我们欢迎诗雨。大家好，我是诗雨，我的地址是棒球。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主题呢？是因为去年三四月的时候有去有一场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，然后有某一天的礼拜五晚上，我要跟爸爸说晚安的时候，就看到张雨晨打全垒，然后隔天再看到他打了一支满贯炮，所以我就很兴奋，开始我的棒球之路。我的内容，我的壁纸有分别是小说和影片，影片是我自己去找我自己喜欢的球员并模仿他，然后再做成一部影片。内容有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主题，魏全龙和他的历史球员介绍，跟你可能不知道七个棒球潜规则。对，今天我要来教大家怎么用下半身投球。
只是想到终究还是要毕业，终究要毕业，怎么这么晚的？很好的回答，谢谢诗雨。就算他不选我班，一定也会出现在里面。对，因为给我班对他来讲，就是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对，对。这两个人是女性。对，不过就是因为他的朋友啊，他对他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要好，这样子。然后他的朋友也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。那只是跟同届比较不熟，对不对？同届，对，那因为他的主要的玩伴都是现在都他会在学校里面，然后，但是我刚刚从那个影片上面的画面看到，原来诗雨之前在校外教学是坐在老师车前，就骑脚踏车的时候是坐在前面的，你有印象吗？刚刚我看到我才想到，啊，刚刚校外教学的时候是坐在前面的，但你很小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可是。到了中年级，他就去选单车课，然后骑会滑车。然后到了五年级的时候，就选了单车高，继续骑车。然后现在，现在跟着大家一起骑车。然后，所以他的体力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然后他的意志力跟他的所有的感受，就在骑车里面，我就看到越来越强壮。虽然看起来小小的，就像《飙速宅男》里面那个。那个主角一样，虽然娇小，但是他内在的力量非常强大。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最重要的是我在跟他壁纸的时候，看到了他一个一个写出球员跟他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每一个字都是他心里面真心跟这个球员的连接跟感受。那我看了，其实每一篇我都看得很喜欢，很感动。然后其实我有准备一张卡片。我没有照上面念，本来是要照上面念的，我发现，哎，这是我昨天晚上做的，对。然后这个卡片呢，是他曾经喜欢过，或者现在正在喜欢的，叫宝可梦卡。在他中年级的时候，他非常研究宝可梦卡，虽然现在最近没有看到，但是他非常非常研究宝可梦卡。然后后来是棒球，然后接下来现在是脚踏车，很认真的在骑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讲，对诗雨。我觉得就像你做这个研究，就是完全投入，然后创造，然后突破，对，然后祝福你，你也快乐。